这道菜是啥吧，这叫羊奶果。哎，又酸又涩涩，就是又酸又涩。哎，这玩意儿一般人吃不了，孕妇差不多能吃了。哎妈！哎，真的是放嘴里面流口水的那种。哎呦我的妈呀！哎。我今天哈刚开箱的时候尝了一个，一不小心把这个骨嘟嘟咽肚子里面去了，嘟嘟就下去了。完了之后我小弟跟我说啥，我说完了这骨这么大，我说这骨这么大我咽去没事吧，比枣骨大，跟枣骨差不多，比枣骨还那个胖一点。我小弟说的，你只要能咽下去你就能拉出来。我说那嗓子不可比那个啥粗多了，他说你只能咽，你只要能咽就能拉出来。我说好吧，我就把心放肚子里了。不行了，不能吃了，上头了。哎，不行了。